没法玩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宝哥了。宝哥，你也不用攻，你也是守在这个位置就 OK 了。我知道。王猛做这个冰雪项目那么多年，所以他见的比我们见的多得多。我们会怎么去阻碍他们？也是做了很周密的计划。三、二、一。OK。好的，又设立了一道障碍，把王蒙干出去，然后呢尽量接近周密的原点。啊，你想的太美了，我要发威了，他来了我就一个飞身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。好，用力啊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一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红神是太猛了，我就是脚冲着我来的，踹到我的嘴了。当时人已经懵住了，他也傻了，他就觉得你这样你怎么踢我啊，就那种感觉。